是对对对，那么今天的话，四个人来玩起床认真万圣节的，对。我去，就四个人啊，分两队啊，就一黑一白啊，不对，一黑一白，就这么简单。两黑两白，两黑两白。我说的是总队。3, 2, 1, go！ 出现。Go！ 来，这次必赢，还是必胜。DJ， 你看一下我对这个东西点下左键。友情提示：起床战争的床变成了南瓜，自己队伍的南瓜也可以自己破坏。太丑了！我同意了嘛？呀哈，我同意了嘛？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我走了。哦，完了 ！DJ， 完了！没事，我在追他，他要踩。No！ 踩不了！我把他毒下，踩不了！我没有方块了。你们在哪儿啊？看，哎，跑上去了，非常不错。不错，帮忙。来了，盯住小飞。哟。死！干嘛？死！干他！死！就那个杀掉了，我被两个人扔掉。干什么？哟！还往后扒！哎，拆床！完了！床没了！哇，差一点！哎呀！哇，差一点！脑袋上！哇，差一点！脑袋上！结束！啊，脑袋上！哎呀！没事，他走。哎，没下去。差一点点啊！哎呦，这个老鼠床。这次我一定要投到。投不到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就等他拉扯吧啊！游戏结束。我那个技能。完了！进攻结束。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频道啊，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